姥姥，这没用的椰子你聚它干嘛？不等吧，姥姥给你做点好吃的。这么硬，能怎么吃啊？你就尝好了吧，做好了20个都不够你吃。姥姥，哪有人用这烤肉的？到底什么味儿啊？你看姥姥是怎么做的，做好了可都是香的。加上叶子汁蒸1小时。哇塞，姥姥，这看着好想吃啊！待会吃口别提有多香了，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哦。嗯，这馒头有些香味，超好吃。没吃过这样的吗？